所以今仔日菩萨道修菩萨行的人哦，请记好哈。为着要治众生的各种无同的烦恼，因为这个烦恼叫做行嘛，就是有迷惑靠贪嗔痴啊，有迷惑靠杀道淫的业。但是今仔日菩萨要除掉众生的这病，要安怎样？当然，伊爱传授佛法的法力和众生。这个传授佛法的法力和众生，就是一定爱教育啊。因为众生要除病，除掉的这个啥呢？苦种啦、业种啦、是病种，一定爱落去修改啊，爱落去忏悔，爱捌因果。但是要安怎样捌因果啦？爱修改的东西，一定爱教修啊。所以这个三字经唔讲讲人不学不知己嘛。你若无学，你唔知我到底你人生的规程对对去。啊，应该安怎修？唔知呀，但是这个要安怎又知呀？当然以这个法师来受用嘛，受佛法，因为佛法伊是面对众生的苦衷、病衷，啊，就是伊病衷苦衷对对咧，就是因为悔改自业来啊。所以你若无改，讲这因果甲因缘所生法，那么这个当然伊无可能改变家己嘛。哦，所以这句话唔敢讲不暇有为哦。有为就是第一，伊一定爱倒处方法。所以我即马甲咱做讲一下，咱台湾今仔日啥物无欠，干那欠道德，听好？金钱无欠，所以唔免做救济工作，听好无？因为有社会奖，有内政部，这因也是摆个好势，就真好啊。因咱台湾真钱真富足，2100万的人口，你甲想讲外汇？所存的800几亿的美金，真死人呢！你敢知影？这是咱政府的这个搞，哦，你也知影吼、哦？这不是讲我去口头上去白贼的学了，真正政府的搞。但是咱今仔日咱政府无能，对这个道德推不出来，咱听吼、哦，推不出来，所以西方是他，所以这个廖政府甲讲咱台湾亲像西西里，西西里就是啥全世界最恶一个国土。啊！你甲想讲今仔比话，你用个台湾来滴杀人放火，有诶无一大堆，老爸杀囝，囝杀老爸安尼，无啥啥。但是咱今仔就是缺乏道德，毋过政府诶官员有组织一个叫做道德共生会，因并无加在作为，所以唯有佛教徒来做这工课。吼、哦，我讲安尼应该大家会同感较着，吼、哦、未？所以毋免做遐救济，毋免做遐环保，毋免做遐医疗。因为医疗有这个个健保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扫涂卡这个有环保，唔免得咱民间的力量去，甚至这个救济的工作呢，有这个社会局，啊，佮有这内政部一样去处理。伊那是政府的官员愿意好好去努力的，事实讲咱台湾无平民，真正无平民，大家都非常富足，吼、哦，这点的福报唔可能缺乏道德，这是上悲哀的代志。所以今仔日呢。重要就是啥呢？要治众生烦恼病，就迷惑无道德这个问题呢，徛在佛教徒的立场，甚至徛在法师的立场，阮爱努力，咱共同努力。即嘛有关受药哈，受药，受药就是讲教用佛法教化一切众生安尼，因为众生要医治家己的病。一定要有一个法药通好医治安尼，这个等一下再详细说明哈。所以有关这句受药吼，在这本《维摩诘经》，这个叫净调大师，伊是注解安尼：讲欲下有为，则无群生隔绝，何能随其受药？譬如讲下有为，是安那叫做下有为呢？比如讲阿罗汉、辟支佛陀。这两种的独善其身的圣人哦，吼、哦，伊都唔爱做着这个个法师的这种有为工作，哦，有为的工作，伊唔敢去落实教育众生，所以即马甲讲如果下去有为，啊、哦，还是讲因为伊已经证道了后，就准解脱，那么这个呢，当然未含群生的讲。真大群的众生，安尼群生吼，真大真济的这众生哦，自然会含众生隔绝。你着下去有为啊，当然是入无为，无为就是解脱去啊。
那么含众生解脱，当然未当把众生随时该受用。安尼，这个在经条大师是去讲安尼，啊、哦。那么搁再讲呢，这个受用的进程哦，一定要先知影众生的这个病，唔该会当受用。如果你都唔知众生的病，啊，你变哪受用？总是未使乌白食药啊，听有吼？所以这个众生到底有什么病，这个一定要清楚。注意，咱上界严重的，咱直接讲一句话吼，众生的病有什么款，咱就简单来说明一下哈。这个众生的病了哈，当然有一个心病，心病就是烦恼病了哈，未歇的病，这是写在《乌邦林》啊，甲心两种的病。所以这个在佛经内底，他讲有身心二苦，咱知影吼，心苦甲身苦两种，代志看未开就心苦，啊就困未起。那么困未起了，乌斑条子就生，安条吼，应该知影嘛，这一定的嘛吼，这个就产生一种叫做生理的病，哦。但是看未开，这个是什么病？这个是心病嘛，安条吼是心病哦。那么这个心病较会引起到这个身躯的病，因为人未困净，火气大，病就压起来。我讲你个对吧？哈，根本唔对，对了哈，应该是安尼。如困未起，病愈严重；困得起，就病较未严重。但是因为烦恼的心病呢，所以困未起，所以啊引起身躯会未健康吧？哈。但是呢，这个五脏也会引起到这个并发症，应该大家了解嘛？这个病引起百种的病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尼。那么包括五脏器官的病，啊，到这个神经的病，而且佮讲这句话唔是神经病哈，神经病甲神经的痛无同哈，哦，这是两种病态。佮再来呢，有那有关节炎的病嘛，食老就会啊，哦，这拢是嘛有外伤的外不伤害病，哦，外不伤害病，譬如讲迄个个。诶，车祸，还是讲这个茶弄掉啦，铁也弄掉安尼。但是即马要甲咱注意提醒，咱这个人间内底那是残缺，就是讲，譬如讲出车祸，断脚啦、断手啦，哦，注意，这个咱用平常时计讲，就叫做五不全啦，听吼。但是应该五不全，唔是干呐，这个脚手啊残缺，合该这个五脏不全，听无？五脏的病。叫做五不全，不是讲长短脚、小耳麻痹，还是手大小，其实讲叫做五不全。但是我甲注意记咧哈，咱大家记咧，是安怎会五不全？听吼，就是咱人的这个五德不全，跟咱靠五不全的这个身躯的病变。什么叫做五德不全？就是仁义礼智信不全。仁义礼智信不全，就是你有杀生、盗偷。邪淫妄语，我靠这代志。你若无这代志，你绝对五脏健康，未五脏不全。咱大家记得，所以佛陀唔敢叫咱不杀生、不得偷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饮酒会带动到肝病，饮酒会带动到胆病嘛。听吼，要注意哦，所以唔通饮酒，唔通杀生，唔通得偷。哦，你若这个五德不全，引起五脏不全，你就不时得病。但是心脏病，啊，着肝病，啊，着腰椎病，听吼，啊，着即个胃病，哦，爱注意哈，这就是因为你五德不全，所以靠五脏不全的即个问题，哦，是伫咧哦。所以今仔日众生你不明无行，你不明义咧，当然你家己想家己对，家己恶白做，到尾你爱家己受果报嘛，受果报自然引起身体的病症啊。因为这个业障影响到病障嘛，啊，到环境上的真侪不如意的这个问题，你想要安尼，不过都无法度，未当下你的意思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都无迄个个福报的如意报，因为你家己作业嘛，哦。所以今仔日要甲咱讲到这，中间的七句甲咱讲，今仔日，吼、哦，必先治众生病啊，众生的这个五不全的病对对来，为什么会残缺？你绝对有共同物啦，听好无？为什么你的脑膜炎绝对你过去是有共同物？
伤害着动物，唔该安尼。为什么你会带头风？绝对你有伤害动物的头壳，这是必定的嘛。哦，所以佛陀讲，莫杀莫行凶，唔通甲伊讲，唔通甲抬。哦，爱注意哦，唔通食伊的肉。哦，所以你一定要彻底了解。今仔日合解，你要安怎去教育众生？必定先查众生的这个病源对对来，安尼唔该当受药。大家讲这个伤大，而且因果，为什么你的手会短？为什么手会酸痛？这个绝对过去有讲动物的这个前腿，为什么你的后腿会酸痛？你绝对有甲动物讲后腿。为什么你的小鱼麻痹？你就是压断动物的脚，那无你袂小鱼麻痹。为什么你的脑膜炎？这个绝对有讲着动物的头壳。为什么你的带头风？这嘛是讲动物的头壳。这个是伤大因果嘛？所以这个唔可讲，一定爱治众生的病，方可受药啊。但是这内容，你要怎样改变？要怎解脱的这个？要怎样解脱啊？解脱的这个苦障，解脱的这个业障，解脱的这个病障，你要怎样解讲？做都做去啊，过去不明理做就做了，但是从今起唔通搁再做。不但唔通搁再做呢，甚至你本身家己一定爱在进前的这个业力压未消除的进前好好忏悔。听好无？你若无彻底落实忏悔，再旧的业障去，你无消，无消你这个苦障原在伫咧。苦障就是你的环境真侪不行，什么原因？这唔是无原因。有的人一泡未平，一泡又起，听好无？这个囡仔不行，那个囡仔不行，搁家己红晒一个不行，安尼无加一个环境内底无啥啥。兄弟啊，这家族啊不行，搁再来换一个家族也不行，那么来这个拢都不行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哦，这个绝对有这个前因，才有这个以后这个效果啊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一定要彻底了解这个原因对对应出来，就是由贪嗔痴，哦，做杀多淫恶口其妄言两舌安尼造成出来。这个呢，一定要彻底了解众生的这个病源是到底安怎来。那么你若是会当知众生的病源对对来，那么你就该讲这个因是安怎样，你是安怎过去作业。今仔日才有这个问题发生，所以这个叫做。地众生病方可受药，安尼。但主要其实从今起，大家彻底落实修改，啊，彻底落实忏悔，安尼来，你的环境自然变。哦，这是必定的嘛，哦。所以，这个了，甚至爱个爱怎样，众生的这个病是不是变啦？所以，一味爱教育，除非你有实在精进，有实在改革家己有无？你若是告诉你都无精进、无改革呢？那么这个代志当然未当变化，哪会当变化？就想看卖啊！因为你原在迄个业障伫咧咧，甚至你本身也无要修实在落实的行，搁再来你无要修改，无要以道德为人生的这个基准，那么你看你变哪变？要变啊！因为业障伫咧都无变，所以这个唔靠讲，你有彻底灭了无？但是一定要不断的教育，不断的提醒，不断的修学。啊、你怕得因为众生健忘症真严重，我健忘症听好无？今仔日听听，你到楼下边去治疗，听好无？明仔在业障现前，明仔在境界现前，又去作业嘛？啊，你是不是健忘症？哦，啊，那要贪的是拢记条条，我无骗你。不管人家你受气的，人家你安怎样，你拢记条条。但是呢，应该安怎样学，安怎改革，你拢都坚持袂记。所以这个一定要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教育。咱爱不断的问，安尼来看，咱改变咯、哦。当然以后一定爱甲众生对症下药安尼。啊，无对症下药咧，因为食咧未对，变到遐药物伫内底变到无好。但是你若是有对症下药，伊这个人做下了会消化，那么当然伊会改变。但是众生有哪爱去注意，伫这个药内底里，比如讲咱这个物质的药。物质的药，你的病症当然也是用物质的药，哈、哦，这个物质啊哈。我即马甲注意，搁再另外一个额外，而且个佛法甲注意说明一下。物质，因为你今仔日有的人一贴药食会好，有的人食两贴，有的食三贴，对症会好。这是真正，若是无对症，你搁食甲一牛车都食袂好，安怎样吼？无路用。但是这个我那都爱靠着一般的助缘。他大家记好，今仔日你若是有彻底忏悔，这个助缘会顺，你食药就会对症。吼、哦，你若是无彻底忏悔哦，有时阵人甲你报，
这个医生报告，这个医生愈吃愈严重，听无？这个是助缘无顺，若有彻底忏悔，助缘较会顺。搁再来，你家己去问神托卜，安尼来到的就是一贴药要互你吃，这个心病的药甲你开到真好，但是你家己业力背身，这就是吐出来无效。安听哦，所以有人这个药真正有会对症哦，不过这就是溢出来，业力甲你牵出来，互你未消化。哦，安尼来嘛是无效，所以我坦率一味强调，咱过去的这个无量，这个病种、苦种是由咱造业来，所以若要彻底会当解决，是由忏悔做起。安尼来，这个因缘上较会顺，物质上的这个药啊，较食了会对，食了会对呢。甚至有的人安尼七牛八牛，啊去牛到一个厝边，甲你砍，反正讲某某人会当对这种病，其实真正一贴药就好去。有的若是因缘无顺，直直甲你砍，愈食愈严重。哦，即有哪看个人的一个福音，所以真来点，我讲，这个个对症下药，安尼较会使一，但是嘛，都爱食会调放呢，对吼？即句话是食会调放，会消化，那么这个药物较会发生作用，安尼那无不好。所以有忏悔气，但是有哪爱修改，这点是重点安尼吼。来，这本经典内底头前有一个叫做《护国品》，哦，有讲安尼，为大医王善疗重病，头前就一句呢。讲佛尊就是大医王，会当医治众生各种的这个病痛，哦，贪嗔痴的病嘛，甲你医疗啊；失德淫的病，甲你医疗；身心二苦的病，甲你医疗；四苦五苦的病，拢医疗；八苦十苦拢医疗。因为这拢总是病，总是无形的病，一种是心病。所以这个就是唯有佛尊做大医王，所以佛尊有哪叫做药师。佛尊每一尊佛有哪叫做药师佛，药师佛就是代表一切佛安，因为伊治无量众生，而且贪嗔痴的病，安怎样吼？贪嗔痴的病乃是治疗有好些，一切的病苦拢总消毒。哦，重要就是迄个三毒贪嗔痴毒害家己的，这点大家心中去了解一下。哦，但是这个无量义经有讲安尼，医王大医王分别病相，了了药性。随病受药，令将熬服，安尼。就是去讲啥呢？讲佛尊是医王，不但是医王，佮大医王安尼。但是伊会当分别众生的各种病，因为众生有偌济病，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烦恼，安听吼。所以这个就各种的病相啊。但是佛陀知影，哦，众生病伫底，甚至有哪知影对治众生的这种药的药性。众生的病，伊应该用什么药？伊一目了然，吼、哦！因为佛尊伊本身有宿命通，有他心通，安怎样吼？有天眼通，伊会当彻底了解众生的这个因果安怎样造成的，吼、哦！所以伊会当随便受药，但是随便受药哦，唔过众生就爱欢喜吃哦。众生若是无欢喜吃，伊的病苦、病种、苦种拢袂变化，冤在滴咧。比如讲，今仔日注意。咱有甲咱讲，这个佛法上的重点到底是安怎？第一修改，第二忏悔。但是你如果若是唔修改，等于这点五代的药物你吃不掉，吃不掉的你五脏官在不转，五脏不转就得病苦，这是必定的。但是你若是愿意接受，不杀生、不得偷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安尼累到的，你的身体就健康。啊，你若是都无要接受，五代无要受，你身体当然不健康。哦，因为你业力关在低咧，所以今仔日我搁再甲注意提醒两句话。第一，今仔佛弟子的人，你一定要做甲好菩萨甲你听受。但是菩萨甲你听受，当然你什么代志拢好解决。菩萨若唔甲你听受，什么代志拢歹解决，因为业力背身，什么代志拢未完满。第二，你一定要做甲好两天八部甲你勤勤，两天八部甲你勤勤，自自然然你有所求，哦，自然有感应。如果两天八部对你都连一点啊看气都无啊，那么你要对这求气，什么代志都未完满，不但自身的家己身躯未完满，甚至家族的姻缘、后生查某囝的环境内底拢不顺，这个就爱家己彻底的去检讨。你今仔日在佛法中你有落实了无？若是无落实的话呢？第一，菩萨无听你，业障关在滴咧；第二，两天八部无护你，无顾你。所以有过去有甲咱讲两句，一定要做甲贵敬人轻，吼、哦、吼，安、哦、怎样无？贵啊，甲你尊敬，
啊，心明甲你清净，安尼什么代志拢会圆满。但是你今仔日如果无落实佛法，有啦，你有去听经啦，有啦，你有去修戒啦，有啦，你有去修菩萨戒。但是你到底你的心境有变化无？你一定爱家己反省，家己看卖。那无话，我你讲，你一生虽然伫佛教中第一中第，唔过呢，你环境永远未变。菩萨戒代志拢来，一波未变，一波又去，今年安尼，明年个安尼。听吼，这个代志都无变化，这个就是你本身无实在修行。佛陀甲你教育的这个治个人的病的这个问题，你无彻底去应去实用，就是佛法你有听，但是无照实去修行，安尼你什么代志拢未圆满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吼、哦，你要怎求呢？吼、哦，第一，你家己本身无戒定，你家己本身无戒定，身体就无健康业障，也是原来滴咧。那么你要搁向别人求，向家己后生查某囝求，歹求求未来，听好无？所以你一定爱落实。做甲互菩萨听你，啊，做甲互龙天八部把你尊敬，安尼代志拢较容易圆满。那无呢？冤债一世人拢总苦厄连连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业障嘛，这个嘛就是苦障。有时一世人拢病，这个、就是病障。病障若产生，你要修行合法，真艰苦，歹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辛苦病痛，吼、哦，你要坐坐都艰苦，要倒也艰苦，吼、哦，听好无？哦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大医王是去讲，随便受药，但是众生爱熬福，爱欢喜用啦。在佛法的法律，和众生，众生爱欢喜用安尼。那是你无欢喜用啦，那么嘛无效啊。药都药嘞，吼、哦，药伫边啊，听吼、哦。有的人怎怎都无要啉嘛，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都真苦啊。有啊，唔对，中年人你这是真苦。本来习惯性都安尼，欢喜做，要做就做。怎么叫你唔通做？啊，叫我唔通做是较艰苦死哦。吼、哦，听吼，嘿啊，叫你卖食肉，唔过无食肉，我三顿饭免哪吃，我无营养免怎？安尼落到底，你当然违背如来正教，违背世间道德甲因果，安尼要安怎？你想就知影。安尼万行代志当然未圆满，所以真来点讲，令众熬福哦。来，再来如客书地论十五卷内底有讲温和。以方明处，吼、哦，这个以方明吼、哦，这个在印度有一个古文学，古文学内底这段吼、哦、有一个五明，吼、哦，有一个五明哈，这个顺序啦，但是我大概我那甲咱讲一个重要，这个以方明，这个五明，印度的关系哦哈，诶、哦，一种啥呢？但要甲讲铁学，因为信佛陀还未出世啦哈，还未出世，即、這个是包括因明，这进前过一两年前拢讲过啦哈，因明，啊甲即个雷明，哦，啊甲即个叫伊诶声明，那么这个内容哈、哦，那以唯识论呐，以唯识论咯，伊是讲个呢，这个儒家书地论有讲安尼啦哈，好，这句先在写咧哈，有讲到安尼哈。儒家书地论哈。所以我谈到因的这个，有那因的如客书地论十五观。那么十五观这如客书地论，就是唯识的本论嘛。那么结讲是论咯、哦，不是结讲唯识的经是论。唯识的本论是以如客书地论为主，然后它去散发唯识论、唯识十二十论、唯识三十论，哦，那个散发在。所以这个弥勒菩萨。在这个所在，他讲，讲到底菩萨要求法，要对对求。像今仔日咱都不是有去讲四方世界中一个上求佛陀嘛？
但是上求佛陀在弥勒菩萨是讲，当有何求，应有五明中求，对五明要去求，哦，所以这个五明内底第一音明，第二就是雷明，第三就是声明，搁再来依方明、甲刚巧明安尼。那么这个若是要搁讲的是爱搁再讲，爱搁讲两暗哦，干来这个五明爱讲两暗。哦，这个大概注意安尼小了解一下，哦，因为这个音明，我才大概讲，就是讲这个物件，这个物质也好，还是各种的事理也好，一定要注意，这个知其然，有哪爱以知其所以然，就是讲到底这个事伊的原因是安怎发生，好、哦，唔通干呐看迄个后壁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内容。到底这个内容内底伊的头前安怎发生？哦，这个是大概安尼讲，但是内明就讲内证，那么自性的内证。哦，那么第三呢，这个声明，安怎叫做声明？声明就啥呢？音声，菩萨的说法，音声爱明确。道理要分析我一清二楚，安尼来靠教授的作用，这个叫做声明。如果若无这种的水准，第一，你这个音色无正，哈、哦，所以到底你是要讲国语还是要讲台语？好、哦，啊，那么这是字的用途，句的用途，那么你讲了有正确无？这个叫做声明。若无为了众生的误差，哈、哦。这个一路，这个是声明哈，为着要表达佛法，让众生知影，较会当甲众生解决烦恼的问题。但众生如果因为你讲了无清楚，那么众生无法当解决烦恼，因为你未修，修无，未向修，那么安尼就是菩萨的声明无水准。哦，安尼未使，安尼要教众生是真大的缺陷。那么这个第三就是讲预防，预防就讲，因为你要安怎对治众生的烦恼病。就是你要安怎样代替佛陀来受到这个佛法的法力，哦，这个叫做依方便。你今日如果对这个问题，那是袂当家己自身会当解决，会当解决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讲这个依方的这个代志，你家己要安怎治家己？哦，你今日用药草要治众生，但是你安怎样治家己？这个总是爱一清二楚安尼。那么这个叫做依方便哦。但是第五叫做刚巧明，安怎叫做刚巧呢？注意，因为那是以世间来讲，这刚巧就是讲技术安尼，哦，讲技术咯，就是无生的技术。但是无生的技术呢，唔过菩萨那照这个刚巧明哦，菩萨一定爱多才多艺，听吼、哦，这个刚巧明爱多才多艺哦，什么拢爱会晓者，但是什么拢会晓，唔是讲世间法咯。你要叫来叫我来做装潢，我袂晓，听无？你要叫我做装潢，我袂晓。你今仔日要叫我来去筛船，我袂晓。你要叫我来筛发电机，我袂晓。啊，不过呢，这句工巧明是爱多才多艺啊。不过这个不是要讲迄、那个，因为这个三百六十行吼，诸位行菩萨道的人，凡说一一行都唔捌。我即马讲是事实的啊。可是呢，伊这个多才多艺。那是安尼讲，菩萨的功巧明，伊是本身不但爱多才多艺，甚至爱善巧精明，善巧精明，爱有真美色，做甲真美色，吼、哦，安尼才会当有伟大成就。但是今麦即个，譬如讲菩萨，伊做医师对不对？我请问诸位，菩萨会做医生个未？法王都会做医生啊，为什么菩萨未做医生？即嘛，你对根本医疗来甲讲，唔是讲来我来开一间病来甲恁挂来甲恁抬，唔是安尼，因为即有根本可以做得好啊。我唔免搁再讲为着众生来扣钱，把恁扣去叫恁发心，啊，咱来开一间病医，通我来做救济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听好，即个唔是去讲迄个哦，因为今仔菩萨有亲像法王的水准，通我医治众生的三国的病贪嗔痴，安尼是唔是医方面？这是根本治疗啊，哈、哦！但是呢，搁再来哦，菩萨伊一定爱像农夫，
安怎会菩萨变农夫？注意，我即马甲咱讲，因为伊思想着爱敬造众生的心，散布着即个快乐的境界。因为今仔众生未自在、未安详，是因为伊有家己咧嘛。所以你今仔一定要彻底、釜底抽薪，甲伊讲，你安怎有离苦得乐？敬造众生的心田啊，互伊注重即个业识，心地内底一切业识拢互伊当度尽。安尼是毋是菩萨像农夫？有幸福无？家己想法，即我家己想诶。哦，安尼是毋是像农夫呢？注意，但是菩萨咯，嘛是亲像澎海家哦。讲澎海家，恁听有无？西顺诶澎海家。为什么菩萨阁变澎海家？因为菩萨一定爱带动众生离开生死苦海。安尼是毋是澎海家？因为这菩萨若无种的资质，伊要安怎用落实来救度众生？但是菩萨亲着感情书，你敢要相信？哦，你哪个联想出来？因为伊爱建造清净的国土，安尼是毋是亲着感情书？因为这菩萨若是无法当先建立清净国土，伊袂当接众生啊，听好吼？哦，会记真啊？但是菩萨有哪亲像数学家哦？一定要有数学天才哦，就是伊会当算出几亿年前的代志，甲几亿年后的代志啊。这个佛陀都甲摩诃萨都种个水准啊。众生你过去是安怎样轮回做甚物业，到今仔日你的无耻是安怎来？你未来若阁继续安尼落，你未来你会变成甚物款的报？一定一定安怎样？吼、哦，这个菩萨一定要有水准哦。但是佫再讲哦，菩萨。好、哦，一定爱穿着占相书啦。我讲占相书，恁知影吼？看人的面相，爱着知影你的人生做安怎样，该了解啊。因为咱人的这个心地有清净、有光明、有无啊，对对，现伫我上面。所以甲看伊相，伊这个人的相现在就是伊心有倒一项污点，变来较面貌变安尼。好、哦，因为心先发生嘛，听有吼？所以这个也当看人面上形态动作，就也当了解伊到底这个人的善恶行为伫倒几只，伊是做什么恶业，做什么善业。今仔日你这个善行的中间忽然间变化，就是你无行动，你做是什么业？一定爱知影这代志啊！那无的话，你变哪提醒众生，讲你从今起你的心地，吼、哦，唔当搁再误作，未使进。所以爱甲彻底了解进。但是菩萨嘛，亲像巧妇呢？我讲巧妇是甚物货？就是熬换家，对不对？菩萨无换家未使呢。啊，那巧妇伊不但熬换家，甚至佫熬调味，煮着这个三顿熬调味。这个是甚物货呢？因为菩萨爱注重这个佛法，讲甲互众生愿意接受，接嘞。安尼是不是像巧妇？哦，甚至菩萨爱熬换家，有一挂。有些人未还家啊，因翁赚五千，伊家开六千啊，安听好有无？安尼敢是巧妇？这都毋是叫做现累做啊嘛吼。但是人巧妇的人，你今仔日伊菜色煮甲真好食，因翁愿意当下存食饭，甚至还家，无毋得一日赚几千，赚一千两千，但是一个月赚六万的中间，我家用还够省钱，佮俭，这个叫做巧妇。但是菩萨虽然伊无去还经济啦，知影吼？无计还经济，但是伊总是量入量出。今日有偌济应该按怎样奉献给众生，是放来是放去，吼未使浪费。那么来哦，菩萨佫亲像尼姑哦，包括尼姑恁知影无？奉请去邀请，迄种叫做尼姑。菩萨爱像尼姑呢？恁敢知？恁敢未晓者？为甚物呢？因为以佛法为主，通个来养育本性，互伊成长，吼、哦。因为众生爱用永远用这个佛法的发心来给中用，和伊本身的发心，他会当来成长起来，他会当进化。所以以上就是讲菩萨的这个伟大贡献，伊由内明，他引生出来，就讲你开悟后，那么其他些代志拢会解决尽。比如你今仔日若是无开悟，你音声未拄好啊，啊你讲话人听无，哦，啊你要哪救度众生，听有吼？所以这个就是五明的中间，但是这个一方明就是受要和众生，祝福每一个众生一定要有要来得到解脱嘛。所以这句讲，温和一方明就是以贪多简单的说明安尼。
地中性的贪嗔痴的这个病毒，安尼较有可能伊会当解脱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当地出名就有四种，第一叫做病相显卡，病相就讲伊这个人所变现出来这个相，吼、哦，伊安怎会得病？这个就是贪嗔咱刚才讲讲，譬如讲这个人都五不全，五不全的中间伊就是这个内脏不全。五脏不全，就是爱知伊这个五脏安怎不全，伊脚手安怎不全，伊的头壳安怎有病，哦，这个就是一定要知伊这个病相。那么病相呢，就知影这个病因。比如讲，咱就甲咱讲，杀生的人就得肝病嘛，这个叫做病相，这个叫肝病就叫做病相。病相肝病面就黄嘛，目睭黄面黄啊，这是必然的啊。哦，啊那胆病呢，目睭嘛是黄。那么就讲到底这个病对对来，你讲为什么会胃病？那是今生的妄语，就是过去世妄语嘛，无奈胃病。所以这个叫做啥？病相兼病因。哦，菩萨一定要知影哦。那再来哦，伊所生的病，上加严重是生死对了轮回痛苦嘛。但是这个第三条，伊生病会当断灭，不然当有这个病该断毒啦，断毒烦恼离别多，这句才是重点。哦，因为这个断灭就讲众生有各种的这个烦恼病，就未歇的病，它会造成的这个业较苦报嘛。但是既然有业较苦报，这个是对对来，生死中的这轮回就是由烦恼来啊，烦歇业苦嘛，这个叫做流转。但是你今仔日安怎解教养？譬如讲苦集灭道，三十七道品就是缘起法，这个安怎解教养，可以达到灭根道？就是由安怎样来修八正道，他来断灭，灭就是灭道。这个总是一定要知影嘛。要无你恶别加别使啊，别使讲讲人天落地菩萨道啊，总是别使耽误众生，因为人心难得。相信你这个师父，但是你这个师父可能一点唔对，你是害无量众生啊。安尼无甚物通好高功颂德啦，晓吼？安尼就无对，所以这个就讲一定要知影这个显卡。而且来教众生和断灭。第三，已经断灭了哦，已经真正正未搁再轮回啊。这个法理上绝对要正确。这个众生受戒了，已经恶的有实际有无？这个总是今仔日在菩萨道的中间一定要了解，不用今仔日注意。你今仔日你的品定啦，有一天我知影，我就知你有去修无去修。你个讲话有水准无水准，这个话啊，就会当甲你看出来。有的人听经听四五年，还佫去签大家乐，伊受累无？无累啊！有的人不时间问讲，因后生、因查某囝安怎样？迄有受累无？无累啊！听无？安尼我就知，你这人根本听五六年、听七八年，你根本无去听。我就知你无去听。你有听？有声无闻？迄阿婆啊，问我讲，师傅啊，阮隔壁只狗啊吼，我三年对真好呢。哦，啊，拢我若转来，伫菜市场拢会甲摇买。即几日我若转，拢会甲肥，唔知虾米原因。讲咧，你也去问，听无？嘿，你也去问，安尼变怎？嘿，就是听经听无落啊。有个人去到北关菜，就去问问讲，阮囝婿最近有外遇，事业拢失败，事业迄要安怎？风格要安怎？我唔是万能个啦，要安怎？你问迄要创啥？吼、哦？所以想看嘛，迄听经听落无？无落啊！哦，安尼我就知道到底你的内容生出安怎样？有时阵三两句就知影，听吼？你唔着讲今仔日阮先生无要信佛法，师傅你敢有啥物办法，通我互伊帮助来信三宝？哦，安尼我来同哦，安尼即个就有了有水准啦。哦，安尼来咱就啊，安怎样来甲帮助，安怎来分享？你若听个讲你命运啦，恁翁安怎啦？啊，恁后生媳妇安怎？恁查某囝、恁囝婿安怎？对，你听几年都没有效果啦。你有要听啥？我感觉你要听他个一空安尼，对不对呢？不对啊！哦，安尼我就知你有理无入。哦，所以现在讲已经断病后更不生。哦，哎，知影哦，你若家己爱了解哦，恁今日来到这个讲堂，恁为着什么来遮？对。为着未来解脱涅槃呢，世间一切皆是缘生缘灭的物件，唔免去想注重啦。因为你若想注重，会乎你起烦恼啊，安尼你境界就未出来啊。
听无？哦，恁修应该知影哩，恁爱做恁去做，直接去做，唔免不时着去鼓励去讲安尼，唔免啦。哦，所以这点大家注意一下安尼啊，唔通讲啊，夹袂着着免问师傅，啊，你甲我解关，我安怎样？我甲你讲，不要这样子。个人的问题，福分无福分，这是你的业力，听吼，你的业力。你若愿意修，我甲你讲，福报自然来。但是福报自然来，你爱去提防众生福报现前的进程，你准备继续下过来进程。安尼对你是有哪一项唔是好的代志，听无？但是如果无福报，无要紧，吃苦耐劳安尼生活，你阁会精神哦。哦，啊，你若讲真真正正修修下都有去布施福报的来。来，你阵断缘啦，断到这个合法的缘去啊，对你嘛是无好呢。所以世间法唔免想注重，就是讲你将来要哪落实解脱，这点才是重点，请大家慎重一下哈。那么以上到家了哈，到家就是讲这个叫受用，哦，互众生医疗，都到这为止。但是因为佛陀把这个众生国在菩萨开始到家了后哦。搁再叫一声，讲诸位正士，啊、哦，这个菩萨叫做正士啦，也叫做究竟道之大师，听话，唔是讲我今日凊彩学学的叫做正士哈，唔是安尼哈，爱注意哦。所以这个菩萨为正士为大师，啊、哦，所以菩萨叫做大师也叫做正士，但是你都一定爱有求到正道，才会使安尼讲正。有的人去求邪道，有的人求人天法，讲方家清上人，伊安欢喜个，哦，无对哈。所以讲，即句，吼、哦，已经修处上述之法，恁今仔日三宝世界个教育众生，就是修修以上所讲的这法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不尽咯、哦，就讲未使下掉，未使下去的，在以上所讲的在有违法。那是下掉以上所讲的这有法，都不是叫做菩萨道啊，所以嘛未使自无为啊，就是讲未使执，未使执这个无为法，安尼才叫做真。哦，那么无尽解脱法门就是讲安尼，就是讲伊不自无为，不舍有为，无离开有为，因为需要度无量众生，才会当成就佛道。哦，在思想功德必定要加强努力用功。一定爱安尼做，但是一定爱对众生有实质的优越，才会当叫做菩萨道。但是干那个人天法，大众生人道，这个未使算菩萨道的。安听吼，这个是真不得已的初期，安尼会使啦。但是未使讲不时停顿掉的，十年啊，安尼二十年，安尼是去耽误众生，或者人毁灭今生的时间甲生命，安尼将来要负真大因果，这样不对。所以，比如讲恁大家来吃，今仔日赞助直直提升。提升到基本讲了，佮咱讲较悬的。啊，你若是讲唔听，啊都无法度。啊，若要听，信我的力量，我有研究偌济，我会当讲出偌济，我的生命有偌长，这段中间拢真写。吼、哦，写讲今仔日互诸位会当彻底落实佛法，甚至佮再会当发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佮再落实。安尼，这个是我本人尽责任的一个个应该有的这个职责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叫做啥呢？不自无为，而尽有为，吼、哦，而尽有为，安尼唔卡会当讲，甲众生、甲诸位讲会着。所以即马七个讲了后，伊甲讲，恁大家应当学习安尼。甲这个众生国的这菩萨讲了后，讲叫众生国的这菩萨应当学习，但是诸位爱敢爱学习，咱来学习吧。这个事实给提醒咱啦，因为众生国迄个世界的菩萨。是迄个所在比咱遮较好个所在啊！咱遮是五浊恶世咧，上面所讲的上述，就是头前遐叙述的遮佛陀讲的遐，就是要叫咱学习的嘛。咱若今日你无学习，你菩萨都未成啊！应该大家了解，吼、哦。所以讲你应当还是当时呢，这菩萨听了以后啦，听到这个三宝世界道主释迦牟尼佛解说明这内容了，拢总欢喜。大大欢喜得着，啊、哦，所有的拢大欢喜哦。但是用着多种色彩、甲多种香味的妙法，
不过这花对对起来我唔知啊，哈，是咱娑婆世界花，还是因忽然间变的花？哈，用真济色彩甲多种方面啊，本善品伫这个咱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因为咱这个大千世界叫做娑婆世界，就是五浊恶世世界，本散布伫这个世界里，也顺便用一挂花来供养佛陀安尼，哦。除了散布以外，搁再用花来供养佛陀，以及佛陀所讲的这个经法，也供养法会中一切菩萨。所以这个所在供养佛法经安，因为这个菩萨是怎叫做经，因为这个叫做圣经。安听吼，今仔日若是要供养，就讲供养这个圣经，哦，尽做方面，一方面鼓励。那个叫做供会中的一切菩萨，最后甲乞修佛像，安那乞修佛像就是讲塔克遐用五体投地拜佛了，这个塔克遐拄啊拄伫佛陀的脚安尼，这个叫做乞修佛像哈。尤其是咱五体投地是安尼，所以这个塔克一定爱拄着土脚。但是今仔日唔就无佛尊在住世嘛，将来若是大家见到弥勒佛，都会记住咯，一定爱。淡地，这个他叫淡地弥勒佛的卡呢。这点请大家先记咧。有一天，咱来去到处都见到弥勒菩萨，众天主甲咱带开，伫莲花甲咱带开呢。顶礼佛足就是顶礼弥勒菩萨的卡，请大家记好哈。这个、叫做顶礼佛足，乞修佛足。那么并且赞叹啦，哈、哦，在下菩萨赞叹讲：释迦牟尼佛乃能在此显现方便之道法。讲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你真伟大啊！你伫这个五浊恶世，真够用着这个方便道法来救度众生。安尼解，学了一日了后呢，忽然间总无看到，总搁再登去众生国安尼。安听吼，那么一品众生国品，甲拖来到这呢，就搁再一品菩萨品嘛，安都两品，讲到这内容，哦，安尼大家。但是下面就是要讲不动如来，就是阿处佛品啊。哦，后礼拜就讲到这，阿丘佛是不动分，哦，无亲位，也是讲这个叫无动不动安尼，哦，阿佛陀有哪有鼓励咱修这个不动的这个个佛法因缘，啊，迄后礼拜再讲。好，你要听好。